大家好，我是练习笑。那我们今天雷亚更新了普及的角色故事，主角的角色故事终于来了。活动关卡主角威能，第一个十万身价，十万身价。来，我们来看，哎，夏洛克，怎么会跟夏洛克扯上关系嘞？我不知道这是在哪一个时间线。庞，我感觉那边好像有乐子哎，快点起来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别吵，还早，再让我睡一下。哼，你不去我就自己去，到时候可别哭着跑来找我。他到底哪来的胆子这样子说屁话？都给，哎，好狗不挡路没听过，快滚一边去，别妨碍我找乐子。啊，史都华，哇，这什么脸啊，超级歪曲的，居然能在这里遇到你，那就快上啊！马上被抓走。终于逮到这家伙了，这过程真漫长啊！别哭了，现在被一堆债主追杀，得赶紧把它卖给蜥蜴贵族，好换钱跑路。老爷，其中一个债主就在前面，夏洛克吗？哟 还真是巧，连在这种地方都能遇到。一万库伦，那上次跟我借的一万库伦是不是该还啦？夏洛克大人，能不能再宽限几天？还要拖？是想让我请人去你家捣乱吗？这……对了，我拿这只胖鸟抵债好了。这对牛角面包头，胖胖的身体，似乎跟沙漠王国那边传说中蜥蜴贵族爱吃的美味生物一模一样啊！啊，就是啊，您真是货，我正准备把它卖给蜥蜴贵族。他们可是出2万库伦要买，我特价卖您15000库伦，您转卖还赚呢。瞎了狗眼，没看我一身气宇轩昂、英姿焕发，至少要卖10万，这么贵，最多看交情卖啊，我 C 没有转回来，最多看交情卖99000，不能再便宜了。闭嘴，别来捣乱。我就是不服气，你压低我身价污蔑我！你少在那边自以为，上次蜥蜴贵族也才出价8000，什么？那你刚刚是想骗我了？糟糕，不然只是送你当抵债，不用再给我钱了。啊，那是你妈的哟！这不够，我还没算利息呢，还要加利息，哪有这样的？钱拿不出来吗？那就挨揍吧！我来帮你教训这污蔑我身价的家伙。普吉真的是，可以干嘛？也不能干嘛，最没用参谋。怕了吧，这就是得罪我主角普吉的代价。你这家伙不错嘛，我就收你当小弟。我看你就……你干嘛用那种奇怪的眼神看我？要把你卖给那些蜥蜴贵族，卖多少钱呢？笑得可不像螃蟹一样好讲话啊，普吉。等等，把我卖掉太浪费了啦！你看我可爱又讨人喜欢，如果把我送给女生，保证她们开心到爱死你。是吗？这么说来，我女儿的确喜欢圆滚滚、毛茸茸的布偶。女儿，对，钱随时都能赚，可是亲情无价，把我送给你女儿就对了。
说的也是，那就决定把你送给丽莎了。那就跟我走吧。哦，所以他跟丽莎是这样认识的啊、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故事，普及普及普及，怎样呢？第二个故事，食物等的角色故事。哎呦，丽莎跟尼德，普及又惹了什么麻烦呢？普及普及普及。不进不进，是怎样？喵啊，种子是不是啊？哦天哪，还想说被机器人带走后就凶多吉少，没想到他女儿身材又好又可爱，这几天都被这样抱着，真是爽到不行。天哪，羡慕，羡慕，不进不进。怎么又是你啊，小妞，别急着走，我们几个刚来到这，能不能带我们认识一下环境啊？哎呦，多相处一下就认识了，你好香啊，你好香，不长眼的丑八怪，看到我在还想对丽莎动手，是不是活腻了？你这胖鸟想干嘛？看起来挺好吃的，这 是大家对普吉的第一印象。胖，又上去教训他们。胖不在啊，大大。糟糕，我忘记胖跟我走散好几天了，还以为有什么本事，先把你抓起来红烧吃了。哦，尼德，有我在，谁都别想碰丽莎一根汗毛。虽然不知道你是谁，不过要帮忙的话，我没意见，一起上。估计真的是只有嘴巴厉害。弱化，然后丽莎你的技能。多少？329。错。补一下，解除中毒。然后，点一下。哎、欸，差不多。是。你这家伙表现得不错嘛，要不要来当我的小弟？到处在搜小弟。丽莎，有没有受伤？有没有被刚刚那群人吓到？哦，已经够了，不要再放闪了，你们两个。等等，你们是？食物，第一印象，食物，食物担当。丽莎，她看起来肉鲜美又多汁，她看起来肉多鲜美又好吃。你跟哪个猎户买的？你有男朋友？原来我不是你的唯一，所以我们这几天的感情都是假的。拜托，你是玩偶好不好？我是第三大的疫情道具吗？既然已经发展成这样了，我还在的话，不就让丽莎为难了吗？既然丽莎已经不需要我保护，那我也该去寻找我的伙伴了。是一只虎兽人，虽然很大只，但还是需要我照顾。大家都说我们是天生一对呢。他跟我走散好几天，说不定已经按捺不住想见我的冲动。阿伟哟，没问题，我找到他之后一定带来见你们，再见啦。为了成就他们的爱情而自愿退牺牲退出的我，真是帅啊！到底，误 会了什么？丽莎，你是不是打开了什么奇怪的开关？丽莎坏掉了。
今天我们已经凑到了500颗石头，再来抽个10抽吧。最近啊，这期可能抽不到了。嗯，这是旧的时光复魂，不管，留比较可爱，我要先抽留。拜拜拜蓝，拜蓝。啊，紫色没了，好吧，确认，然后来抽书签单抽，没有，啊，这棋就这样飘过去了吗？没了，好吧，没有抽到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今天就看到这，谢谢大家，我们再见。